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企业管理教学课程，我是郑瑞昌老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严慧萱老师一起来探讨国际企业管理理论与实务。严老师好。郑老师好，各位同学好，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休闲事业经营系讲师严老师，很高兴参与国际企业管理的课程讲述。国际企业无论是隶属于何种产业，面临的竞争状况如何，营收与获利的持续成长始终是国际企业经营者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面对全球化的产业发展趋势以及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国际企业想要维持快速成长，如果只仰赖企业内部的努力，受制于有限的人力与资源，往往缓不济急。而目前盛行于各产业的国际的并购，就为企业达成持续成长的目标提供了一条捷径。我们先来看一则有关于并购趋势的报道。继续财经专家丁学文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是一篇财富杂志的报道，他们指出全球400家大型企业的 CEO 公认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出现企业并购热潮，主要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业界普遍认为急需转型，其中包含了五大趋势，然而最大的问题是人才荒。帮你读懂全世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丁学文。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Fortune 财富杂志的一篇我个人觉得很喜欢的文章，它是由 CNBC 的一个财经记者叫 Megan Leonhardt 特别去写的。那它的标题写的是全球的并购交易可能越来越热啊。那这篇文章的主要的 fundamental 呢，是 KPMG 在最近针对全世界400个很大企业的 CEO 做了一个 CEO 的 outlook， 在2021年，他发现呢，里面49%的 CEO 回答他的公司在未来3个月会有很大的变化，而里面又高达37%觉得他们要努力去推进所谓的 M&A， 就是并购交易。为什么我说49跟37这个东西有关联性？它所谓的很大的变化跟推动 M&A， 主要的 fundamental 还是来自于 QE， 还有所谓的纾困刺激，让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而这些企业都知道疫情过后它必须做重大的转型，而所谓的并购跟新创的对话就变得非常重要。那里面也特别去问了 CEO， 做了一些统计，发现他们心里面最关心的未来的五个变化，第一个是税收，第二个是 credibility， 就是你的口碑，第三个是所谓的供应链的变化，还有气候变化跟所谓的网络安全。这五大趋势呢，会促进很多的企业在全世界资金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思考我怎么透过 acquire 或者 merge 来让我的企业迎接疫情过后的新世界。那当然，这篇文章在后半段也特别提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也是所有的 CEO 最担心的，就是人才的不足。确实，我觉得疫情过后，我们面对的世界是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而人才抢夺战才要刚刚开始。你怎么让你的员工继续 stay 在你的公司，甚至招募到更好的人才？我想是全球 CEO 在疫情过后都要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困难。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财富杂志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由上述的报道可知，当企业要快速适应变动的环境，并购是相当常见的手段。在并购过程当中，除了取得被并购者的技术能力，人才的获得也是企业在进行并购时必须注意的问题。由于企业文化的差异，在企业进行并购时，不同企业的员工可能会有适应与沟通上的问题，因此往往是企业必须要
小心从制度规范，甚至借由跨文化沟通等面向来进行考量。例如，企业并购的佼佼者 LVMH， 即是以尊重专业的角度看待被并购的企业。LVMH 创立于1971年，其业务横跨葡萄酒、香水以及化妆品、钟表珠宝、精品零售、媒体等五大领域，总共拥有50多个精品品牌，让 LVMH 发展成为如今的面貌的，应该归功于 LVMH 幕后的掌门人，被称为精品界的拿破仑的法国首富阿诺特。阿诺特出生于建筑世家，1969年他接管父亲的建筑事业。1984年，阿诺特说服父亲卖掉家族大部分的资产，去收购当时拥有迪奥的纺织公司，这个 Marcel Pozek 集团。这项决定让他从此踏入时尚圈的版图。尽管阿诺特持有旗下各事业的多数股权，他没有打造一个君王集权的帝国，反而采取一种独立分治的管理方法，一种充分授权的管理模式。阿诺特并不积极强调经营上的整合，他让各品牌维持各自的独立运作。于是 LVMH 就像共和国一样，他们虽然在同一个集团的旗下，但也维持独立互相竞争的状态，而原有经营者大多得以留任，继续打造品牌的荣光。相较于追求标准化的企业管理， LVMH 显得松散许多。阿诺特认为 LVMH 旗下所拥有的品牌大多是从家族企业开始，由各自由不同的家族经营来创建，经过时间的淬炼，拥有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行销背景，才逐渐演变成奢侈的品牌。过度干预的管理手法会破坏其独特性，因此阿诺特让集团旗下公司尽情发展，总部实际上只负责资本配置的事务，也就是依据各集团的需求，让旗下各公司得以获得充分的资金的益助，品牌的经营与设计则不会过问。例如1999年阿诺特收购 Fendi 公司时，即承诺不干预品牌的设计，并且遵照其传统，由原本的女性管理者继续经营 Fendi， 并担任重要的职务。这项尊重专业与传统的信念，使得阿诺特得以打败当时也同样觊觎 Fendi 的 Cucci， 取得 Fendi 的多数股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诺特不是只知道财务操作的企业家，他的智慧在于对人的欣赏和信赖，透过充分授权让旗下集团发挥了更高的成效。听完了 LVMH 的个案，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一，请讨论 LVMH 集团旗下有哪些业别；第二，请讨论为何奢华名牌产业是否为值得长期投资的良好标的；第三， LVMH 的并购将可能成为精品市场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将介绍第14章国际企业并购的策略。本讲次的单元重点有：一，了解国际并购的基本的概念；第二，了解国际并购策略的种类；第三，探讨国际并购的动机；第四，探讨国际并购关键成功要素。以下将一一为同学来说明。首先为各位同学介绍第一节国际并购的基本的概念。当企业随着成长与发展的轨迹登上全球化的国际舞台时，国际企业的经营者如果懂得善用国际并购这一种财力与智力高度结合的工具，将能更快突破文化与地域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从事生产、销售、服务以及建立品牌形象等价值链的活动，并且能与当地现有的经营体系
进行业务的整合，达成企业快速成长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并购的定义。那我们请严老师来跟同学说明一下什么是并购呢？好，严老师。好的，那我们带大家来探讨所谓并购的概念。所谓并购呢，是指合并与收购，英文我们又称为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我们缩写为 M&A。我们先从合并的概念开始了解。合并又可以分成存续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模式。首先，在存续合并的部分，在英文我们又称为 statutory merger， 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在合并以后，主并公司又就是所谓的 acquiring firm 成为存续公司，其他的目标公司我们又称为 target firm， 则被主并公司吸收而消灭。这些消灭的目标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由主并公司承受。例如，在2001年，台湾的面板大厂达基合并另一家面板制造商联友，就是以达基为存续公司。之后，达基改名为友达光电。而要以哪一家公司为存续公司，常常要需要考量许多因素。实务上，业务规模与客户基础较大的一方会保留成为存续公司。主要是因为规模大的企业要更改命名系统、商标，通知所有的客户，所耗费的时间与成本都远高于规模较小的一方。接下来我们看到新设合并的部分。新设合并也就是 statutory consolidation， 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合并后，所有参与合并的公司一起消灭。新创设的公司则承受消灭公司，包括主并公司及目标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新设合并优点在于，因所有合并参与的公司皆为消灭，对双方有一律平等的感觉。但缺点是在设计新公司的经营模式较为复杂，再加上合并后，新设公司是否能维持原有公司的上市地位仍有疑虑。因此，市面上所见到的新设合并案例相当少见。例如，花旗控股公司与旅行家集团于1998年4月所进行的合并案，即为新设合并的例子。新设公司为资产高达7000亿美元的花旗集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收购的概念。收购是指 A 企业购买 B 企业的资产或股份，或是收购 B 企业的某一个部门。收购依照取得的标的不同，又可称为资产收购，也就是所谓的 asset acquisition 以及股份收购，我们英文又称作 stock acquisition， 两种方式。首先，我们先看到资产收购的部分，是指收购公司购买被收购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的资产。但是，收购公司及被收购公司于收购完成后，仍然都是独立的法人，并无公司因资产收购而消灭。收购公司也不必承受被收购公司的权利、义务。收购公司与被收购公司彼此之间仅属于一般买卖的交易行为。第二个部分则是股份收购，是指一家公司买下另外一家公司全部或部分的股份，成为被收购公司主要大股东，以达到控股或结合经营的目的。收购公司对被收购公司的权利、义务跟一般股东相同。被收购的公司成为收购公司所投资的公司或子公司。收购公司及被收购公司在法律上依然是独立的法人。同学们如果有关注到2016年日月光想要收购细品的媒体报道，或许可以看到恶意收购这个名词。所谓恶意收购，也就是所谓的 hustle takeover， 又被称为敌意并购、强制收购，是指收购公司并未经过目标公司董事会的允许，不管对方是否同意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收购行动。当事者双方会采用各种攻防策略完成收购行为，并希望取得控制性股权，成为大股东。在这当中，双方强烈的对抗是恶意收购的基本特点。除非目标公司的股票流通量大，
容易在公开市场上吸纳，否则收购会有困难。而与恶意收购相对的概念是善意收购。善意收购我们又称为 friendly takeover， 是指经目标公司董事会同意而直接收购该公司，这在业界时有所闻。目标公司的股东们会收到现金或一个确定数目的收购公司股份。同学了解并购的含义后，我们接着为各位同学介绍国际并购策略的种类。国际并购的策略主要可区分为三种：一、跨国垂直式并购。跨国垂直性并购是指参与并购的企业，位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他们同属于一条价值链的上下游，或是同一个产业的不同生产的阶段。垂直式并购又分为向前整合或向后整合。那向前整合也就是产业链的下游企业并购上游企业，下游的公司可因此掌握上游的原料，获得稳定而便宜的供货来源。第二，向后整合，也就是上游的企业并购下游的企业，上游公司的产品可因此而取得固定的销售管道，降低行销风险。第二，跨国水平式的并购。那跨国水平式的并购是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相同产业当中，两家从事相同产业的公司的并购。这种水平式的并购可以透过共同研发、联合采购的原料、整合行销通路等方式，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第三，跨国集团式的并购。跨国集团式的并购是指参与并购的企业位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他们所经营的产品或劳务、所拥有的技术、行销专长完全不相关。这种集团式的并购通常是为了从事多角化的经营，以追求持续成长，并且降低营运的风险。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同学介绍第二节国际并购的动机。那并购其他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股份不一定可以完全来降低投资的风险与成本，但能透过并购而取得被并购企业的人才、资源、核心能力与价值链。要如何把握并购的契机聚于打造世界级的企业考验着企业经营者的智慧。因此学习如何有效的整合这个被并购的企业的人才、资源、能力与组织文化，是并购得以成功的关键。接下来呢，我们请严老师来跟同学进一步说明进行国际并购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好，严老师。好的，常见的国际并购动机总共有六种。第一种是加快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国际并购主要的动机之一在于能快速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布局。企业可以透过并购与本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企业，来取得被并购企业的研发技术以及制造工厂、市场行销通路，甚至是品牌形象，以增加在国际市场上布局的速度。第二点则为取得资源与能力。取得被并购企业的资源与能力是并购的另一项常见动机。对于进行全球化的企业而言，具备国际市场营运相关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第三点则为扩大营运的规模来提升影响力。并购同业可以扩大营运规模，以提升企业在产业中的影响力与议价力。因为并购同业所需耗费的时间比自行扩产的时间来得短，并且在产业中竞争规模与企业数目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并购同业会对其他竞争者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例如，花旗商银与星展银行于2022年宣布进行消费者金融业务合并，此合并交易会使星展银行市场提升影响力。第四点则为扩大市场或产品线延伸。相较于自行发展新事业，企业可以透过并购更快速地延伸市场或产品线，补足企业以往没有涉入经营的部分。
例如为建立奢华产业链， LVMH 旗下并购了包括葡萄酒、香水以及化妆品、钟表、珠宝、精品零售、媒体五大领域，用一条龙的方式涵盖顶级客层会追求的消费产品，并透过购买不同国籍的精品品牌，争取全球顶尖客层的消费大饼。第五点则为向上下游进行垂直并购整合，企业可以透过并购上下游的企业，进而取得上游的零组件或原物料，或下游的市场销售通路，借此稳定企业营运所需的重要来源及销售管道。第六点则为进行非相关的多角化，企业一旦并购一家不同产业的公司，就可以获取与本业并不相关的资源与能力，进而达到非相关多角化的目的。虽然非相关多角化看似与本身产业无关，但透过非相关多角化的概念，可以弥补企业本身因为缺乏资源与人才，导致企业本身无法自己进行相关多角化来维持成长。最后，第三节，国际并购的成功关键因素。国际并购要能够成功，关键因素在于对并购风险的防范措施，以及有效的并购后的整合。国际并购风险的防范措施包括对并购对象的选择与评估，成立并购协商团队与确认协商事项。我们接下来请严老师来跟同学进一步说明。好，严老师。好的，有关国际并购关键成功要素主要有三项。第一项，对并购对象的选择与评估。并购策略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并购对象的选择与评估。企业在进行并购前，必须事先审慎评估并购对象的营运状况、策略、愿景、能力与资源、价值链活动、经营团队、组织文化等。并购对象的条件如果与企业本身无法相容时，企业并购案就很难成功。第二，则为成立并购协商团队与确认协商事项。企业之间在进行并购时，主并企业要先组成一个协商团队，与被并购企业进行协商。并购的协商团队必须包含主并企业的高阶经营团队、财务会计专家、法律专家与企业管理顾问。但是主并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就已经对被并购公司做过评估，所以在协商时的重点应该着重在确认之前评估的事项是否有落差，以及再次检视是否有之前评估时没有考量到的项目，以确保不会遗漏任何重要的事项，顺利达到评估和与协商的目的。第三点则为有效的并购整合，这方面可以分成三个面向的整合与再造。第一项则是人力资源的安排与整合，被并购后的公司员工会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并购症候群，所以企业首先要面对的是人员安排与人力整合的问题。对于被并购企业原本的经营团队而言，他们面临到职位与部门重复的问题，因此裁员或主动离职的可能性相当大。此时主并企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并购后为主并与被并企业的优良员工提供良好的升迁管道，不但要防止本公司人才流失，也必须保留被并购企业的优秀人才，并且安排适当的职位发挥所长。第二项则为企业流程、资源与价值链活动的整合。企业并购是为了取得被并购企业的资源，来达到企业利润极大化的目标。因此，除了人员的整合，企业还必须积极地进行资源、价值链活动的整合。在降低成本的部分，可以裁撤重复设置的部门、设备及下价值链活动，利用不同的资源整合产生规模经济，以创造纵效，包括产品线、顾客、供应商的整合等等。而且企业原先对于各项的活动流程有所不同，
借由整合的方式将其一致化是必要的，所以企业透过整合流程、资源与价值链的活动，以提升企业效能与效率，对于并购案成功与否是一项重要的关键因素。接着是第三项，组织文化再造。国际并购涉及两个以上不同的企业文化，更牵涉到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社会文化和风土民情，因此并购后新的组织文化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去培养，而且需要高阶的管理阶层积极的去引导才能完成。如果并购后的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文化，企业在营运上必定会产生许多隔阂，阻碍企业的整合，进而影响并购目标的达成。组织文化再造的模式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渗透式文化再造模式，并购双方结合了文化的优点，在文化上相互渗透，彼此之间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这样的文化再造模式适合于并购双方对彼此企业文化欣赏时使用，让彼此愿意调整本身文化中的不良元素，使并购后竞争力增强，以寻求经营协同效应的产生。第二种则是吸纳式文化再造模式，是指被并购的一方完全放弃原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全部接受并购方的企业文化。这样的文化再造模式适用于一家企业取得了别家企业的完全控制权，且并购方的文化极具优势且非常强大，能赢得被并购企业员工的一致认可的情况。第三点则为分离式文化再造模式，是指保留并购双方各自原本的文化独立性。此种模式中，并购双方都存有较优质的企业文化，而且并购只是为了优势互补或多角化的需要。并购后各自为独立行政，双方接触机会较少，且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冲突。第四点则为混沌式文化再造模式，是指并购双方不但不接纳对方的文化，而且也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企业文化，处于文化迷惘的情况。此种模式是在双方都对自己企业文化感到不满意，甚至被并购企业认为并购企业的文化反而较为劣质。在这种情况下，并购后还需要重新建立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以有利企业的发展。在这种混沌文化的再造模式中，双方企业的员工都会感到迷惘，需要经营者与高阶管理阶层的安抚和引导。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我想简要提醒同学本讲次的重点：国际企业想要追求营收与获利的持续成长，却往往受制于有限的人力跟资源，遭遇发展的瓶颈。国际并购可以为国际企业经营者提供一条加快成长速度的捷径。所谓并购，是指合并与收购，其中合并又可分为存续合并以及新设合并。收购依照取得的标的可区分为资产收购及股份收购。国际并购要能成功，关键因素在于对并购对象的选择与评估，成立并购协商团队与确认协商事项，以及有效的并购后的整合。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课程，我们下回见。